丹麦。丹麦，哎呦，那个皮德森。皮德森跟滕森。完了，还我不知道名字。是二比零，就是大比分吗？还是小分啊？二比零，两场都二比零。两场都二比零，然后要小分是吗？要小分啊。21-17，香港。对了吗？第一局。第一局。对，第一局香港21-12。13。11。14。14。15。15。15。那就看第二局谁说得出来。21-12。21-12。13。11。Yeah. 我不会一分拿都不没拿吧。2017年是从就我们就全部吗？不是，我不会一分都不拿吧。四分。在马来。哎呀，被他抢到了。给我个机会。那我可以答吗？哇，这个分数三局太难了。三局，第一局是21-19，然后20-19，然后18-20，好了，给你，我要一分就够了。不是，这不是帮你加分的吗？不是啊，就还是抢了答案。还是抢答案。那你可以偷偷告诉我，再说出来。我一分了啦，我一分。广东平欢迎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21-15，17-16，16，然后第二局15-21，16-21，然后21-12。13、十三、十一、十四、十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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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提醒你了。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上还是下还是一。